我已经把你们这些王八蛋的嘴脸都记起来了。那个为什么一只鱼要记住王八蛋的脸呢？为什么他嘴巴张那么开呢？这个不好说啊，不好说。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我今天看的片，还是不讲我的有个缺德，欢迎收看今天的梗图第119集。那个由于现在梗图都在小频道发的原因啊，那又因为小频道审核时间比主频道还要更久，所以现在的梗图啊，新的梗图都会比较慢上，大家包容哈。好，来第一张啊，伤害满分的图，小叮当不多哈哈，多拉一梦说，我们来做个实验，你随便画一个很过分的话。哦，像这样吗？不需要，需要。这也太过分了吧！当你被后方的远光灯射了满脸，射到受不了。我也想装一个，这超猛的，把整个行李箱盖盖成投射灯，这有够屌！会出车祸吧？这该出车祸，但是我也想装。这个人花了13天来找他的 iPad。 兄弟，你知道他的 iPad 在哪里吗？你可以帮帮他吗？来一张很不好笑的图，年轻人要不要刮刮啦？刮你吗？爱的艺术是无意间创造出来的。我觉得施主您要不要考虑把你这辆车的钣金切下来放在家里面收藏收藏哈、啊、搞不好哎、艺术这个东西凡人不能懂啊，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反而哇那个价值哈、哦、动辄上千上亿耶，你这辆车说不定放个100年后哦可能可以折旧少一点。你有没有讲什么？没有，说不定20年后一般车的残值哦，你这辆车的残值可能剩3万，说不定你这辆车会有35000。在自助餐店叫阿姨一声姐姐后，这30元，哪一家的姐姐这么好？可不可通报一下？那个 Pornhub 他们发了一篇贴文，才第一天就已经有2000万人在竞超11月失去比赛资格，可耻！哎，等一下，这好像跟车速有关。那、啊、这个图我们应该晚点再讲的才对，啊、大家忽略啊，大家忽略。听说网路上什么都能吵，譬如这是一只鸭。OK， 底下回能打码一下吗？这样子对鸭子不敬吧？南无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丸，南无阿弥陀丸。通灵王突然乱入，没病没痛的，一路逃走。念经团又来了，都他妈熟了，哪还能算是一只鸭？往生者为大，大家就不要再吵了好吗？真的什么都能吵。喝了一口后，突然不想喝了。亲爱的，你有没有发现这张照片哪里怪怪的？啊？拍摄角度怪怪的吗？还是？还有呢？还有，是穿着家里吗？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有开我的车出去买东西？对啊，所以到底哪里有问题？亲爱的杰西卡，他妈的，我的发现管尾段跑去哪里了？任凭你君临天下，始终都是局外人，有梗。下面还有一个嘴贱哥的留言也很有梗，这是橙子，所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哟，现在的人都这么有才华是吧？你们知道猫猫跟宝宝的差别吗？来，我们一一比较。宝宝费用昂贵，猫猫费用便宜。宝宝上完厕所不会埋，上完厕所他会埋。只有固体形态，有固体跟液体两种形态。喜欢浴缸爱泡澡，讨厌洗澡害怕水。出生时附赠母亲满满的疼痛，无痛领养，有叛逆期，任何一个阶段都可爱。未来的某一天会获得你的财产，不会分走你任何财产。高昂的教育费用，不需要上学，住宅昂贵，只需要一张地址，你要怎么选？这是你以为的地方妈妈，杰士附近疾病妈妈，这是现实中的地方妈妈。今天赶着下公车的时候没踩好，就这样子摔了下去，口袋里面的零钱滚了出来，结果后面那个女生对我说，你没事吧音速小子。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没干他。这是一张最近流行的图啊，您的餐点正在被护送中。
这就让我想到跟这有关的几张梗图。首先就是凌晨三点正在路上，还有在地美食，笑死啊！所以这应该可以算是一个故事啊。您的餐点正在被护送中，但是没护航好啊，警察护送到一半就擅自离开岗位，所以呢就变成了您的餐点正在路上，然后变成在地美食，笑死！所以终归下来啊，这是人民保姆的不对啊，没有保护好人民的食物啊，让人民饿肚子，这警察有罪啊，问责好不好？前男友不满前女友另结新欢，他拿不明液体当街向女友直接泼下去，前女友立刻毁容，路人惊恐地问他：“你嘴在泼的什么？”这个男子冷静地说：“卸妆水。”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之前的一张，有意思的图啊，不是非常好笑的图，但有意思。圣水，圣水，圣水，我的眼睛，怎么这挖土机？这各位，你想象一下画面啊，就有意思啊，有意思。这年头，连古人都要女装了。哎呀，现在是个性别大喷发的时代，不是只有男女两性啊，各位那个性别平权要注意起来，好不好？古人穿女装又怎样啦？有意见是吧？在网络上不要与人缠斗，他们可能正在争取减刑。这是哪里的讽刺图？这是拿受刑人来去当那个网军是吧？哦，广西新闻网哦，右下角广西新闻网，所以这是中国那边的新战略是吧？你在网络上争得你死我活，脸红脖子粗，为的只是一个对错，但人家为的可是他的刑期啊，你觉得谁会赢？来了，问你们各位啊、哦，你们知道皮卡丘站起来会变成什么吗？告诉你，皮卡兵。那如果皮卡丘左右跳呢？告诉你，皮卡乒乓乒乓。确定皮卡丘本人喜欢被开玩笑？在这个最近选举到这方面的梗图好像挺多。之前有一个那个左打蔡英文啊，右打习近平的，什么英文是祸水啊，近平是祸根哦，那个不怕插水表的断底配嘛。还有那个陈时中那个十二不赦嘛。现在有这个新竹光荣我带头。不好意思，你没带头。我感觉到这里有些不干净。哎，刚看你限动，你怎么住院啊？李田啊。你技术不是挺好的吗？是骑到睡着了。看槟榔西施。看太入迷没回头看路吗？回了，安全帽没回，安全帽买太大了。喂，我觉得可以搞个基因工程。把蟑螂变得像巴掌一样大，这样以后要消灭它们时，目标比较明显。要改的话，我建议改得跟人一样大，这样以后要进来我家时，还要先敲门。不过，会敲门蟑螂看起来好像挺有礼貌。好了，那个差不多哦，我们可以发车了啊、哦！你们知道这张图我想跟你说什么吗？抱歉，我跌倒了，不小心压出来的。可是我人间信息这么大，我是不是啊？我已经把你们这些王八蛋的嘴脸都记起来了。那个，为什么一只鱼要记住王八蛋的脸呢？为什么他嘴巴张那么开呢？这个，不好说啊，不好说。台湾最美的风景，小插撞没有拿球棒，还扶奶奶站起来，不，还扶车祸的对象站起来。我怎么记得这好像是很久以前的图片？如果今天是我倒在那边哈，我看过了两个小时，我可能都还躺在那边呢，没有人要理我。这是小时候玩的骑马大战，这是长大后玩的骑马大战。Nice。好，这张图呢，借我们前面那个不想露出来的什么什么，才第一天就有两千万人在进考十一月失去比赛资格，接续进入十一月进行某项特别挑战的人。连超人都受不了、啊，努力控制他的左手，让他不要做出会让自己失去资格的动作。最近学校开了门通识课，叫做《制服诱惑》，被选爆，根本抢不到。到了课堂上，因为师傅呢带着佛经给大家讲佛教哲学，如何克制制服我们遭遇的诱惑，这就让我想到之前那张图。我男朋友真变态，爱玩角色扮演。最近他叫我穿这个，这口味怎么超大，挺变态。好，来张超猛的。当你还没关电动牙刷，就从嘴中拿出来时。
这确定是电动牙刷？这电动牙刷也喷得太猛了吧？你这跟电动牙刷会自带牙膏喷射功能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好了，影片专门来一张最猛的啊！大家一定要坐稳看好了啊！这张图叫做踩踏事件中的自保方式。虽然说这是个娱乐频道，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在这个娱乐之时呢，也带给大家一些正面的帮助。就比如这次的韩国事件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正确资讯？如果已经陷入人潮当中，请尽量保持站立，抓住坚固物品，不要弯腰，慎防跌倒，保住呼吸空间，双手握拳放胸前，像拳击手的防守姿势，还有顺着人流行走，逆行容易被推倒。如果不慎倒地板，那就手放在颈后交扣，用手臂保护头颈部，并能双膝屈向胸部保护胸腔腹腔，只要身体侧躺卷曲保护胸腔腹腔。不过我有看到另外一个说法是跪着啊，跪着就是这个姿势，但是是跪着这样子。好了，我们今天的片呢就到这边了，希望今天这集呢也有带给你满满的快乐。虽然说最后面不小心加了一点洋葱。那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千万不要忘记帮这部影片按个赞，然后留个言让我知道。当然更不能忘记的就是呢，要订阅这一个新创的梗图频道，用力的支持起来。那么今天再见了，See you tomorrow， 拜拜。